线条延伸到肩膀以下，呈现较平面线条，并且顶部有明显分寸线，可爱气息不足，骨骼下颚稍微偏圆，但是又因为五官轮廓较为清晰，所以要设定强调性发型。后居长度设定，头部稍微向前倾倒，防止外部轮廓线加入多余层次，长度设定在发尾自然垂落于锁骨的位置。
上区域中间的大片做去角检查修剪。为中心点，并将刚修剪过的侧高骨以下发片长度作为导线，并且做点放射提拉修剪。此时，平行地面三角形取发片进行操作。顶区垂直侧高骨提拉发片，以黄金点为中心，点放射提拉修剪。本次的刘海区域起点位置较靠后，因此没有必要与顶点做长度的连接修剪。头骨的横向跨度较宽，所以将此位置设定三排来进行卷杠。发尾开始时
用最大放松警告，此发片位置处于脸周围，要注意，如果脸周围的卷曲度过多，就会给人干扰器的印象效果。之后，再将后缺发片稍微降低角度，使用较小放松操作，通过对卷曲度位置的调整来产生立体感。以耳上点为分界线，前区部分的发片从发尾到接近发根处做卷棒处理，因为使用的杠杆较大，所以圈数大约为1.5圈到2圈左右。后区、骨梁区以下区域都是针对发尾做了烫发处理，在低层次线条中蓬松度位置较低，所以没有必要通过烫发再次强调没有必要的蓬松度，因此只需要在发尾处理烫发。发尾质感柔和，通常画 A 型线条，并且直线刘海强调了可爱印象效果，而且为了制作蓬松度使用了较大杠子。此种操作及线条是2011年创造 A 型发型线条的重点。发梢不造作，自然动作